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春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春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春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62页第一行啊，这是前法愿为宣说啊，就这一句。阿难，盼望着佛为大家说明，为什么今天放这种无比殊胜奇特的光？啊，阿难尊者过去从来没见过。那希望世尊为我们说明，那故请佛宣说。底下这一课暂请叙述。首先，世尊赞叹阿难尊者。这里面分四个小课，第一个小课成佛即说，这一句话重要啊！啊，这里面分三小段，第一小段佛赞问已，赞叹阿难尊者，这一问就问出这一部无量寿经啊，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请看经文。于是世尊告阿难言：善哉善哉，汝为哀悯利要诸众生故，能闻如是微妙之意。这大课里头，成佛即说啊，后面这三小段我们会读到真实所以啊，说明
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。右段，为本师答问之语。释迦牟尼佛回答阿难尊者的所问，首先是赞叹善哉善哉，善是好的意思啊，善哉善哉，意思是你问得太好了啊，时节因缘成熟了才有人问出这问题啊。什么成熟呢？成佛即佛，如果与会大众里面没有成佛即熟的人，佛不熟。为什么？说了没用处。有一个机缘成熟的佛一定要熟。为什么？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那一个人佛要为他说法，他能听懂，他能得度，他能成佛，其他的旁听而已。也就是说明这一次法会当中肯定有一些人不止一个啊，有一些人语言成熟了。下面聂老引知都论的说话说，善哉善哉，再言之者习之之也。世尊赞叹阿难尊者的祈请，无比的欢喜 非常欢喜。为什么？语言成熟。这个缘不是普通的缘，遍法界虚空界跟熟的众生一接触到，这一生圆满成佛了。什么是跟熟众生？弥陀经上说得好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生彼国。缘就说这个，在会大众当中有善根成熟的，福德成熟的，因缘成熟的，那因缘是佛说经，也就是说他有善根有福德，佛就要把因缘贡献给有善根有福德的人，他们听了之后就能依教奉行。那行法非常简单，第24品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就成功了啊。无量寿经上讲了八个字，偶业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头讲了四个字，信愿持名。信愿就是菩提心，持名就是一向
转念，看四个字，这一生决定的生净土，生净土就等于成佛了，所以叫成佛技术。成佛的根基熟了，佛当然要说这部经，介绍我们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欢喜的基础啊，善哉善哉啊！净隐寺，隋朝的慧远法师，他说：“阿难所问，第一个称机，第二个当法，第三个合时。”正好在这个时候，他来请法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赞叹他，你问得太好了，日本的法师真解里面说，所问称可佛心故，阿难今天所问的常佛本怀，佛的心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，越早佛越欢喜，这是佛的心啊！希望你早一天脱离苦海，这个世界是苦海，苦海无边，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是成佛的法门。但是那一些都要断烦恼，要破无明才能成就。时间很长啊！这个法门，只要具足善根福德，一生决定成就。《法华经》上说到，龙女8岁成佛。我们在去年听到一个信息，这早几年了，一个小女孩10岁念佛3年往生，这个小女孩很可爱，父母念佛，早晨都念阿弥陀经，7岁的时候听爸爸念经，问爸爸你念的什么，都念的阿弥陀经。什么叫阿弥陀经？爸爸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他，讲给他听，他听了非常欢喜，他也想去，爸爸说你要真想去，他求的爸爸带他去的，他爸爸说我不行，阿弥陀佛可以带你去。那怎么样找阿弥陀佛？天天念他。他就开始念佛，10岁念了3年。
往生前给他爸爸说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，他要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告诉他日期，到那一天真走了，没有生病啊，一切正常啊，说走就走了。小孩不会骗人的。啊，语言成熟，男女老少。各行各业，闲鱼不小。遇到了，只要肯信，真正发愿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一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呢，就念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，他就成功了。我们在去年印智法师来访问，带给我们信息，他的师父海鲜老和尚112岁往生了。老和尚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20岁出家，师父就教他一句话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。海鲜老和尚老实听话正干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往生了，自在往生。那我们从永世记里头看到这个小庙确实是很不起眼的小庙，没有人去的小庙。啊，海鲜老和尚的师弟海清老和尚82岁往生，欲知时至，留下了精神，全身是力。仙公老和尚的老母亲86岁往生，说走就走了。啊，让一般人都感到意外。他预知时至。啊，往生前自己亲自下厨房包饺子，跟儿女一起吃完之后，双腿一盘坐在椅子上，告诉大家我走了，真的就走了。那海鲜老和尚往生晚年表法，这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，叫他做一个学佛的好榜样，叫他做出念佛往生的好榜样，他都做到了啊！他的表法告诉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真有，他跟阿弥陀佛常见面，
一点都不假了，他不会骗我们的。啊，阿弥陀佛赞叹他，告诉他，你修行修得不错，修得很好。啊，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榜样。啊，最后的表法是遇到了一本书，弘宁法师编的《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产生》。啊，遇到这部书，无比的欢喜。啊，马上穿袍大衣，叫人给他照相。这是最后的表法，证明这部书上所说的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本书内容是什么呢？说明下莲居老居士《无量寿经汇集本》是真经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第二桩事情是证明黄念祖老居士《大经解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现在学习的注解。啊，第三个证明，我们这十几年学习这部经，学习这部注解，依照这个修行没有错误。为我们作证呢，像到了第三天他就走了，走得自在，走得潇洒。晚上走的，白天还做了一天工。你看看，从早到晚，在菜园里面整地、除草、浇水，干了一整天。晚上走了，啊，这是为我们做证传呢。《无量寿经》所说的点点滴滴，他全做到了。啊，他没有读过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也可能听别人读过，啊，全做到了。啊，所以我劝导大家，我们修净土要依他做榜样，啊，他有圆满的修德，修德跟性德相应。那就是极乐的等级，他在娑婆世界跟在极乐世界没有两样。娑婆世界这一切法他丝毫都不沾染，也就是没有一桩事情他放在心上，他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。这是我们应当学的啊，他统统放下了，
我们的麻烦就是没放下，放下就跟他一样，就像他那么样的自在，那么样的潇洒，啊，那么样的快乐，法喜充满了。啊，那么下面以下，即如来自是其赞叹之故啊！啊，佛为什么这么欢喜？赞叹他的请法，说如为爱民，力要助众生苦，能问如是微妙之意。那哀悯是大悲心，看到众生苦啊，特别是我们现前的社会，今天的地球啊，社会混乱，地球上的灾变很多啊，生活在这个时代苦不堪言的，怎样离苦，怎样得乐，那么这一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，这个方法非常有效。你要是真信真愿往生，你决定得成就啊。善导大师赞叹这个法门，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漏啊。那么在现在，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很少，什么原因？我们没有真正把烦恼放下，没有真正一向专念，甚至我们还有怀疑，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，这就错了，大错大错啊！一定要放下万缘，一向专念脱离六道轮回，是离究竟苦，一切苦永远断掉了，往生极乐世界是得究竟乐，能不去吗？啊，所以哀悯呢是悲心拔苦，利乐呢是慈心与乐，这是大慈悲心。往生极乐世界是娱乐，离开六道轮回是八苦。佛赞阿难了，如今愿把一切众生苦与一切众生乐，乃能问如是之也。你今天这一问，这个意义多大多深啊，也是无量劫难逢的一桩大善事啊。阿难遇到了机会，
掌握了，没有空过。微妙法体有玄，故曰微。法体就是自性，万法的本体。有玄是我们看不见、听不到。它非常微妙，它是真正存在的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明心见性，他体会到了，法体是怎样的有玄呢？是怎样微妙呢？能大师为我们很简单的说了20个字。啊，第一句话他说：“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过。自性就是真性。”就是万法的本体，它是清净的。第二句呢，它不生不灭，跟宇宙之间一切法不一样，一切法都是生灭法，只有它，它不是生灭法，它没有生灭。第三句，它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具足一切法，圆满具足。啊，你要问具足的是什么东西？末后一句话说出来了：能生万法，就是说他具足万法，具足全宇宙一切法。啊，自性有隐性两方面，遇到缘它现，现就是万法，就是整个宇宙。没有缘它就隐藏起来，它就不现了。不现不是灭，现出来不是生，它没有生灭。啊，为什么有现有不现呢？缘分。遇到缘它就现，没有缘它就不现。所以用微妙两个字来形容啊。啊，微是很难理解。啊，妙是说它的妙用能生万法。虽生万法呢，万法不是真的，是虚妄的。啊，就像梦幻泡影一样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如梦幻泡影。不可思议啊。啊，这个里下面的解释微妙，啊，阿难尊者今天这一问，让一切众生
利究竟苦，给予一切众生究竟乐，那就是劝导大家信愿之名求生极乐。啊，所以能问如是之意，如是之意就是这部经中所说的。那底下说，法之本体，幽深玄妙啊，非语言分别所能知，是说不出的。为正方知，那诸佛如来彻底明了，他也说不出，一定要你自己去证。怎么证？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证得了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这一种微妙体用，完全通达明了，所以叫微妙。这个问的功德，下面用比喻来说。啊，欲问超神，无比的殊胜。我们看经文，如今试问，你这一问，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啊，这一天下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把这个文念完，布施累劫，诸天人民，云飞软动之类。末后这一句总结，功德百千万倍。这一问，问出这部经来啊。这部经，阿难问的功德，如经上所说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劝人学习这部经，学习这个法门，众生听懂了，真干了，这个说听的功德也是百千万倍，跟这一样。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如今试问，此句以下一直到这一段的末尾，都表阿难此问的功德。一天下乃四天下之一，四天下者皆住于须弥山四方的四大洲，南瞻部洲就是地球，东胜神州，西牛贺州，北玉丹州，故知一天下就是一大洲。在此地我们可以直接解释，就是这个地球。那一天下就这个地球，这个地球上有不少的阿罗汉、辟支佛。那地球是凡圣同居土，他们多半住在
高山、人迹不到的地方，那有些住在海岛。啊，他们来去自由，没有障碍。啊，六种神通具足。啊，他不需要交通工具。啊，他有神足通。啊，那么这些阿罗汉、辟支佛住在这个世界。如果没有这些圣贤住在世间，地球人造这么重的罪业，这地球早就毁灭掉了。啊，造作罪业的人，沾阿罗汉、辟支佛的光啊，这地球还存在啊。那么供养一尊阿罗汉所得的福报都称数不尽，你供养在整个地球上所住的阿罗汉辟支佛，这个功德很得了啊！啊，这是具圣人。下面再说凡人，不施累劫，不是短时间，很长的时间。不是对象是哪些呢？是诸天人民，天28层天，加上人道，啊，这就是人天两道啊。数目字太大了。人道不多，地球上居住的人70多亿，可是欲界6层天，色界18层天，无色界还有4层天，28层天加起来，那个天中的数字可就大了啊！再加上畜生道，云飞软动是畜生道，功德真正不可思议啊！佛在此地告诉我们，百千万倍呀！啊，比所说的这个功德还要加上一个百千万倍。我们在人间讲修福，修大福德，到哪里修？到佛门里头来修啊！怎么个修法？依照这部经典所说的。正干怎么干法？你在早晚恭恭敬敬将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，一个字没念错，一句没有念漏掉，你的功德就是百千万倍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没有这么多的功德，没有这么大的功德，你凭什么往生？道理就在此地啊！养成习惯了，一天念两遍。啊，还有人专念这个经的，这是。他有福报，有福报什么？他有时间，
啊，一天能念十遍。啊，这部经一般念的话，念一遍大概1个小时。啊，念得很熟，差不多40分钟。啊，开头念可能念一遍2小时，念上半年了，1个小时就够了。要有恒心，要有毅力，要不中断。啊，做得到啊，不是做不到啊。这是修集真实功德了，这个功德可以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，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，能不干吗？年岁大了，70老80了，身体衰了，念经困难了。有方法听，啊，我们这个协会提供读诵的光碟，有读诵的随身听，这就方便了。读经速度的，我看到我们有3种，有40分钟，有1个小时的，有1个半小时的。啊，所以你欢喜哪一种速度，你就学哪一种。多听这个是积功累德了，少打妄想啊，少有杂念。把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，平等心念出来，你就会开悟了。像海鲜老和尚一样，啊，这个人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有这种功夫，将来往生，生十宝庄严土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这是这一段最重要的意思，我给诸位说清楚，说明白了。啊，要记住，要正感。啊，我们再看第364年，第一句何以故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？这是接着前面说的。啊，有人听到怀疑啊，世尊在此地为我们解释。啊，当来诸天人民，当然是将来。就是指我们现在，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，在3000年前讲的。那诸天人民，我们在人道，一切寒凝出生道，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啊。啊，念老的注解。我们把它念一遍：盖以当来诸天人民，一切寒凝，皆因汝问而得度故。这是经文。寒凝指含有灵性的众生。啊，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都是寒凝众生，全爆了。啊，汉译的本字说：“阿难，
今诸天帝王人民，诸天28层天，帝王人民是人道，一切含宁是六道全都包括了，皆因如问而得度脱。阿难这一问，释迦牟尼佛说出这部经，这部经能度六道一切众生。那你看到一切众生可怜的时候，受苦受难的时候，你就念这部经给他听，他才受用。啊，不能念这部经的，就念阿弥陀佛，念名号给他听，管用，非常管用。啊，我们看海贤老和尚一段故事。他曾经在巡野峭壁羊肠小道遇到一只狼，那这个时候碰到了，逃命也逃不掉。老和尚深信因果，如果是冤家债主碰到了，该被他吃了就给他吃了算了，跑也跑不掉了，你阿弥陀佛啊。没想到这个狼咬着他的裤脚，把他拖到一个山洞里头，狼窝啊，看到一只母狼生产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好像快要死了，躺在那里，啊，老和尚心里明白了，这个狼是来求救的，啊，他就坐在旁边，闭着眼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了十几分钟，这个狼醒过来了，啊，缠了五只小狼。那这个老狼对他又是鞠躬又是摇尾巴感谢他，啊，他对这个狼开示说，你要多做一点好事，少做一点坏事，来生到佛道，不要到畜生道来，啊，做佛多好，啊，他就离开了。第二天回来，在这个地方又碰到狼，啊，那个狼不晓得在哪里找了一块野蜂蜜，啊，放在他面前，摇头摆尾的来报恩啊，送礼啊。那所以他告诉他的同参道友们说，你看畜生都知道报恩，那人忘恩负义的多，畜生懂得报恩。那这就是说，这一句佛号能度众生。啊，能度畜生，畜生有灵性的，他知道老和尚有修行，老和尚有道德。啊，他能救了个母狼。这是我们要学，我们遇到小虫啊，蚂蚁，要念佛供养他，劝他不要再做畜生道了，念佛到极乐世界多好啊。我们这用真心来劝勉他，有感觉，他能看到啊，遇到一切众生都是有缘人，不能空过。
那么阿难这一问，盖因此问而引出，凡身其手，这几句话要注意到。净土法门，凡身其手，凡是六道凡夫，圣是到等觉菩萨。啊，从出国须陀洹到等觉菩萨，平等的度，这还得了吗？立顿习批，根性立的，啊，聪明人，顿根是比较愚钝的人。他虽然不懂、不知道，但是他肯定上过罗江这类的人啊，他知道人间苦，他离苦那个心非常恳切，所以这一句佛号就起很大的作用。那念了三年，真的跟阿弥陀佛起了感应。啊，念佛的人功夫到一定的程度，佛就来实现。啊，他就看到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一定告诉他，你还有多长的寿命，等你寿命到的时候，我来接引你。那有一等人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，见到阿弥陀佛他就不放手，求阿弥陀佛现在带我走，我的寿命不要了啊，弥陀慈悲，没有不答应的。啊，尤其是习气重的、造业深的，佛知道这个一念心很难得。啊，如果要不度他，将来以后的再造恶业很难度，所以只要他愿意，佛一定会带他去。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。那海贤老和尚，我相信他第一次见佛，一定是在20多岁，不到30岁，他就见到阿弥陀佛。我相信他也请阿弥陀佛带他走，阿弥陀佛不带他去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他自己说出来了。他说阿弥陀佛说他修得不错，修得很好，可以给别人做好榜样，叫他多住几年。啊，所以他的寿命活那么长，不是他自己本有的，他自己本有的寿命，我们一般想也不过是70-80。啊，你看他师弟82岁走的，他母亲86岁走的，也就是这样的。那么为什么活到112岁？等这本书。我们今天遭遇的困难太大了，他来给我们作证啊！所以这本书的时候，他拉在书上，这是他最后的作证传。表这个法了，这个法一表，就他看到这本书喜欢的不得了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带他走了。
不再拖延时间了。这本书没遇到的时候不行，阿弥陀佛就叫他，你要等，再等两年。啊，所以他是有任务来的。啊，他在这个世间苦不苦呢？不苦。为什么不苦？他不受苦啊。我们这里苦是受接受啊，人家一骂你气了好几天，气都消不掉，为什么你接受啊？人家骂海鲜老和尚，他没放在心上啊，骂完了人走了，他满面笑容，不放在心上嘛。啊，没有苦乐，他那个乐是真乐，是法喜充满。他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缘，统统放下了。啊，亲情没有了，父母不在了，兄弟姐妹也不在了。他是他们家一家人最后一个走的，那没有亲情，没有累赘呀。啊，多么潇洒，多么自在！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那么这个法门横超三界，是从人道直接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不比天上人间阿罗汉还要七次往来，那是数超啊！这个法门是横超啊！啊，数超三界时间长啊，要通过28层天，再通过4圣法界，啊，才能够往生道。18度啊，做阿惟约之菩萨。那么净土法门从人间直接就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，就做阿惟约之菩萨。经是进入啊，快速通道啊，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了四土极光净土。同居净土、方便净土、十宝净土，一真一切真。所以诸佛同赞，经论共知，这两句话很重要。不只是释迦牟尼佛赞叹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净土的。啊，大小乘经论无不介绍这个法门。啊，这个法门太殊胜了。啊，一乘了义。一乘是成佛的法门，叫一乘。成菩萨的法门叫大乘，成小乘的法门叫声闻缘觉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法，一乘经只有三部：华严、法华、梵王。也成就
那这一部经是一乘经里头究竟了义的一乘经，还在他们之上。那我们在华严法华明显看出，法华经上龙女八岁成佛是念佛成佛的，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显示出一乘了义。这五十三位善知识，第一位善知识德云比丘修什么法门？波州三昧。波州三昧是什么法门？德云比丘给善财童子说法，说二十一种法门，念佛法门，二十一种，二十一是表法，是密宗的大圆满，也就是一切诸佛所说一乘经，这个法门是属于一乘了义经，真的一乘了义，到最后一门，第五十三层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个极乐，这说明什么？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？修念佛法门，修的是一乘了义，自始至终没有改变。当中参访善知识是成就圆满的后等之，啊，不是学一样真的去学了，那就错了。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。啊，什么法门都去听都去学，还是念佛，没有改变念佛。啊，不但没有改变念佛，他圆满了念佛法门，让念佛法门总统是一切法门，这个意思啊。那善财才参访学这个法门，就学那个法门，学的那么多，那不是学糊涂了？哪有这种道理 啊学一切法门，一切法门华严说是万法归一，一切万法就是一切是多，多即是一啊，一切法都归这一法，归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归这一法，这一法呢，同摄一切法，要懂这个道理啊！不懂这个道理啊，你要遵守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同时学两门、学三门，心就散了，不能成功。啊，学知识可以。学圣贤之学问不可以，圣贤学问是自信，回归自信只有一门，门门都能回归自信，就是不能两门同时修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入世啊，只需学一门，一门通了，一切都通。啊，有很多法师一生讲很多经论。释迦牟尼佛49年讲了许许多多经律论，啊，留下来3藏12分教，啊，那是什么？明心见性之后的事情，没有明心见性之前，只准一门，这一门就是叫你明心见性。见性之后，就一切法门自然通了，你可以学法门。啊，广学多闻是在见性之后，你看四弘誓愿的排列，
第一个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发菩提心。没有这个心，不能学佛。没有这个心，你看经看不懂，听经听不懂。有这个心，就能听懂，就能看懂。啊，一门深入是修定。啊，一门无二门，用念佛这个法门可以。海贤用一句佛号，刘素云居士用一本无量寿经，一天念十遍，念了十年。啊，十年就在一部经上，它有悟处啊，悟有小悟。有大悟，有彻悟。啊，彻悟很难，但是小悟大悟很容易做到啊。古人的标准，不彻悟，守住一门，严守一门。但是中国历代祖师大德里面，我们看到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大悟的时候，他就涉猎其他法门啊，他涉猎法门他不妨碍啊，也就是不妨碍他的三昧，他有功夫啊，他不受干扰，所以他有成就啊。但是这种成就如果不是往生极乐世界，成就有限啊！为什么呢？多半在三乘菩萨、天台别教、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，多半在这个等级里头。到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他才能登地啊！所以源源不入。一部经，一句佛号，比不上啊！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我们今天带来不容易啊，得人身，闻佛法，闻到大乘，大乘当中闻到一乘了义，谈何容易？那这个法门遇到要不肯学，那就是弘一大师的话，非愚即狂啊。这个人不是愚痴就是狂妄啊。这样殊胜的法门怎么可以当面错过啊？万山同归，不可思议净土法门啊，这个必须要记住这几句话：诸佛同赞，经论共知，一乘了义，万善同归，不可思议净土法门。我为什么学这个？就是为这个。我相信这几句话句句真实，这些话是诸佛如来所说，说当来一切众生皆以此法而得度脱，故佛赞其功德，功德不可思议。阿难问，功德不可思议，我们请，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世间人喜欢做寿啊，啊，50岁了，60岁了，啊，要好好庆祝。啊，怎么庆祝法呢？邀请宾客，或者是做很多功德。那你要问，诸寿最殊胜的功德是什么？
请法师或者是居士讲无量寿经，这个功德大了，很多人不知道啊。那如果时间短，我就一天，一天我请法师居士讲一篇。那或者是第六篇，四十八愿，讲四十八愿，或者是讲二十四、二十五，那是讲往生的方法，三倍往生，往生真因。啊，时间段的讲这个。这个功德无量无边，如果能有时间，家庭很富有的，讲七天，像做法会一样，啊，七天的法会，七天可以讲二十一场，每一天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，讲二十一场圆满。这一部经都可以从头到尾讲完，这功德无比的殊胜啊！再能把讲言做成光碟啊，赠送给亲友，这功德不可思议啊！那么还有一种呢，印经啊，做寿嘛，印无量寿经。就印这个本子，你能印一万本，能印一千本，祝寿啊，真正是无量寿啊！啊，如果请客杀生呢，那就不好了，那无量寿要减分的，不是加分。这是认识佛门修学功德的意义，修学真实功德的方法。下面这一段，称佛崩坏，佛崩坏心里面的愿望，就是要度众生成佛道。怎样度众生成佛道？把他保送到极乐世界去，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一颗有三小颗。第一，大悲出世。佛到人间来干什么？这一句要记住啊。佛叫做阿难，叫做阿难，下面的话就非常重要，提醒我们，要我们注意，阿难，如来以无尽大悲，敬爱三界，所以出现于世。佛出世什么原因？就这个原因。无尽的大悲心是自信的第一德啊，自信第一德是悲，第二德是慈，悲是八苦，慈是月露啊，慈悲心就是一般
宗教里面所说神圣的爱心。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真主爱世人，那个爱佛讲的详细，这个爱里头有慈有悲啊，不忍心看到众生受苦受难，悲心啊，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，得乐是慈心啊。佛家讲慈悲，不讲爱啊，爱怕人听了有误会，因为爱里头往往有情执在里头，那就不好了啊。慈悲心是依智慧，不依情执啊，比爱的意思要深要广。我们看见老祖亲无尽大悲，首先引用普贤行愿品书，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库，佛教佛教的教体是什么？在这就看到了慈悲，所以我们最近这十几年接触全世界的宗教，我们学习他们的经典，发现所有宗教都讲爱，我们看到仁慈博爱这一句是所有宗教的核心，所有宗教之体。宗教可以团结，宗教可以互相学习，宗教应该回归教育啊，这十几年我们做的有影响，继续努力会有成就啊。为什么？中心的核心理念完全相同，没有矛盾啊，基本的戒律也完全相同啊。佛家讲五戒十善，这个十条其他宗教经典里头都有啊，所以理念跟行为都能合得起来啊，宗教是一家了，宗教团结是一家，宗教之间的矛盾啊、纠纷误会通通可以化解了啊，宗教冲突永远不会再发生，这是一种好事情啊。宗教本身矛盾不能化解，给社会带来很大的麻烦，甚至于带来灾难。那这个化解真正带给众生幸福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是又还是普贤品行愿品的话，一大杯水饶益众生，这能成就诸佛菩萨
智慧化骨，无论在家出家的同学，这一句话要记住啊。为什么？我们祈求诸佛菩萨智慧化骨，我们求不到啊！啊，为什么求不到？我们天天磕头念佛、诵经、祈祷，没用啊！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要以大悲水饶益众生。水是比喻，就是以大慈悲心对待众生，你才能成就诸佛如来的智慧化果。啊，化果是讲地位。啊，原教初住以上，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等觉，41个位次是菩萨的智慧化果。啊，别教要从初地算起。啊，初地成明心见性，智慧开了。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，啊，11个位次。那么他的等觉相当于圆教的初行位的菩萨。啊，别教初地等于圆教初住。啊，所以他的等觉是初行位的菩萨。这是化果。完全是以慈悲为根本啊，没有慈悲心怎么行？啊，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慈悲心？真的没有。学佛出家多年，还没有放下自私自利。没持戒，连三规都没有啊！三规是我们修佛人，这也是无论在家出家，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，要念念不忘啊！早念。我在张家大寺坐下受的三规，大师告诉我，这个三规就像一张火车票，他用比喻告诉我，你从高雄，从台北到高雄，你上火车要拿这张票，时时放在身上。为什么？随时有人来检查，到站的时候还要送回去。啊，三规在佛教里就起这个作用。你受三规之后，一生念念都不能够离开。你修什么？修自性觉，就是皈依佛；修自性正，就是皈依法；修自性净，就是皈依僧，觉真见呐。我起心动念是不是觉真见？
我言语造作是不是觉真经？是觉真经，你真的在学佛。如果是迷邪染，你是假学佛，不是真学佛。啊，觉而不迷，你是迷而不觉。那迷而不觉怎么办？诵经、听经是觉而不迷。我这一天没有读经，起心动动念一片什么，还是依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这就错了。觉没有了，那皈依法，法是经典。经典说什么？经典是正知正见。我们一正知正见就是一法，就皈依法。身是六根清净，一尘。皈依自性三宝啊，现在都把它皈依人了。那皈依佛说泥塑木雕的佛像，那皈依法是经典，皈依僧我一拿过某一个法师，完都完了，全完了啊。啊，那是住持三宝，住持三宝的作用是提醒你。换一句话说，看到佛像就想到自性觉，看到经书就想到自性正，看到出家人就想到自性清净。这三样东西时时刻刻在提醒你。啊，果然念念不离觉真见，你真的回头了。你什么？从迷回头就是觉，从邪知邪见回过头就是正，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就是净。你说这个多重要？那我们现在在学习之前，我们念一遍三皈依，就是皈依觉。皈依真，皈依净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这是去年我在斯里兰卡讲经，那一边的法师提供。啊，我们过去是大乘教里的，都用开经偈，啊，用三皈依。比开经济更好，我接受了。显示三皈的重要啊！离开三皈，佛法就没有了。啊，从三皈才建立戒律。啊，我们敬宗同学所奉行最高指导原则是敬业三福。啊，敬业三福一开头扎根教育，儒释道这三个根。啊，第一个根是孝养父母。奉事师长怎么落实？弟子规落实。你不学弟子规，这一条就没有。啊，第三句慈心不杀，
最后一句修持善业，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，修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，这三样东西没有认真学，你没根呐，你怎么能知修？啊，种树没根，那是什么盆栽啊？花瓶里面的花了，两三天就谢了。根深蒂固啊，这才是无量寿之道啊！没有根，哪来的无量寿？啊，所以从这三个根里头培养慈悲心、仁慈、博爱，从这三个根上培养，我们才会有成就。啊，佛法要兴，从哪里兴？从三个根兴。没有三个根，就不可能有佛法。再努力，都是枉然。啊，所以传统文化一定要叫孝，要叫敬。孝亲尊师，中国文化可以从根本兴旺起来。如果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兴不起来。肯定兴不起来。那所以我们要重视扎根教育。啊，然后才能有化果。啊，大慈大悲好像是水一样啊，水要浇根呢。啊，水浇在花果上没用处啊。啊，无尽。就是行愿品里面说，无有穷尽，如来以无有穷尽的大悲心对准了三界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个里头的人最苦。啊，所以如来以无有穷尽的大悲心啊，怜悯敬爱，就是连续怜悯啊，三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就是六道轮回，六道里面的众生啊，佛为悲悯三界之一切众生，所以出现于世。此正表明如来出现世间之崩坏，崩坏就是心愿，他内心的愿望啊，愿望是什么？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离苦要离究竟苦，离开轮回叫离究竟苦，永远再不受苦了，叫离究竟苦。生到极乐世界就得究竟乐。八万四千法门，
无量法门都是从这个本怀流出来的。但是这些法门里头有一个特别的法门，就是幸运之名求生净土。这个法门是特别法门，这个法门男女老少，贤愚不肖，上从等觉菩萨，下到地狱众生，只要你信、愿、持名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他太殊胜了。太微妙了，是这么简单，理无比的深奥。前面讲的微妙啊，微妙到极处啊，深奥。什么人能搞清楚、搞明白？世尊在经上说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把经中的理搞清楚搞明白，要什么人？成佛。成佛就知道，等觉菩萨还不行。等觉菩萨对这桩事情犹如葛罗，观境，我们这里好像有个罗山，那个罗山，这是中国古时候的罗山，我们各种看电视，看的能看，看能看到，不很清楚，古时候这是最细的。那么这个罗山放在我们这个经书上，字都能看得见。等觉菩萨对净土道理明了的，就像这个样子，诸佛如来完全看清楚了，完全明白了。所以这个道理事实真相要讲清楚讲明白，佛只有对佛说，行，佛对菩萨讲讲不清楚，佛对阿罗汉讲那更不清楚，那对一切众生呢，不必说了，只把苦乐跟你讲清楚，这个世界有哪些苦，极乐世界有哪些乐，这是非常粗显容易明白的，只讲这个。你听了之后欢喜，为什么？我在这个世间真受苦啊。同学们年轻的，生老病死苦啊，没有感觉到啊。60岁以上，就有老苦、病苦，渐渐会想到死苦。要把这个世界看破，这个世界是假的，不是真
啊，唯独佛经能把这个世界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现代的量子力学家有一部分说到佛经上的问题了，譬如物质这桩事情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精神到底是什么？追根究底，啊，物质这个谜被揭破了。精神就是念头，念头是什么？现在还不知道。啊，物质知道了，物质是假的。搞到最到最后，才知道物质假空的。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念头产生的。物质现象从念头产生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，色由心生，相由心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看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说出来的，啊，近代这20年，量子力学家才发现。跟3000年前佛所说的一模一样。啊，他不能不佩服啊。佛用什么方法知道的？知道的那么详细。佛用内功。科学是用外面的仪器，用数学来推算。再用仪器去观察。佛法用内功，用禅定，啊，很深的禅定，禅定的等级，华严经分菩萨戒位51个等级，这51个等级怎么分？从禅定功夫上分的，越往上去，禅定功夫越深。那么宇宙的奥秘，啊，像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这宇宙奥秘，没人知道的，啊，佛知道。啊，佛说能了解事实真相，八地以上。啊，菩萨最高的等级，最上面的5个等级。啊，八地、9地、10地、等觉、妙觉，这5个位次上，统统记住。那么7地以下就像了各罗王月了，啊，他看到了不十分切足，这地上菩萨登地了，从初地到7地不很清楚，8地以上清楚了。我们要知道啊，佛法不是假的，佛法不是叫你听佛说了就算数，不算呐，道听途说，这不算的。啊，什么叫算？你依照佛所说的，你去做，啊，你去修，就持戒修定，啊。等到你到初地了，哎，你就仿佛看到了。
到拔地了就很清楚地看到了。所以佛法讲正，正德才是你自己的啊，解悟不行，要正悟啊，解悟都不算是你自己的，正悟算你自己的。所以佛法是讲科学，拿证据来。你自己没有证到，我听说的，听说不算数，一定要证得。啊，一般听经的人，听了一辈子，也能讲，讲得天花乱坠。啊，也能写作，著作等身。啊，怎么样呢？没有破迷惑。啊，见识烦恼都在。啊，那这是什么？这个叫现代的名词，叫佛学家。啊，研究佛学的学者。啊，佛法真实利益，他一点都没得到。啊，必须要证。最小的、最低的，你要证得须陀洹。小乘初果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，你得受用了。啊，自性里头本来具备的六种神通，初果初信位就恢复两样，天耳天眼，你有这个能力啊，别人看不到的你能看到，别人听不到的你能听到。啊，如果再提升一级，证得二果，又恢复两样，他心通、虚命通。啊，他心通，别人心里想什么你知道？啊，虚命通自己过去生，再过去生，阿罗汉能知道五百世。啊，过去五百世他都知道。这就是真正的受用，阿罗汉的六千通，啊，三国圣人的神足通，神足通分形变化，啊，《西游记》孙悟空七十二变，那是神足通，阿那含就有了。一个阶位就不一样啊，智慧德能神通广大，不可思议 啊科学家没办法得不到啊，他能够用科学仪器观察到微中子，观察到微中子击破物质现象消失掉啊，观察到这种现象是从念头波动产生的，他能有这个知识，他得不到受用。啊，不像佛法，佛法真能得受用。啊，佛出世的本怀，我们要知道。幕后引用《法华经》上一句话说：“诸佛世尊，唯以大势因缘出现于世。”这个大势因缘是什么？世尊所谓之大势因缘，即宣说弥陀愿力普度众生。这一句是华严祖老居士说的，说得非常好啊，说得妙极了，确实就是为这个。今天我们可以断而言之，一切法门都渡不了众生，能渡众生成佛道就这一门啊，这一门你要不相信
你无路可走。啊，所以黄念祖这句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，不是夸大，是事实真相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。